这一次的台风造成全台湾都受到冲击那我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在不同的地方看灾，也发现到了，就是说我们各地所发生的灾害显示出来，我们将要面临的这种天然灾害的冲击将会超过以往的这种程度。那么因此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也好，减灾也好，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种设施必须要重新检讨。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农损的部分昨天农委会其实已经在第一个时间宣布这个现金补助跟滴滴贷款。但是现金补助跟滴滴贷款，我看了几个地方的农损事实上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涵盖这一次的损失所以我会请我们主管机关加快来研议我们的农业保险让农业保险可以扩充到更多的产品更有效的来让我们农友们的损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补偿我们确实是在跟天然的灾害在善后那这个治水跟雨量，尤其是这种极端气候下的暴雨，这种的雨量我们确实是在赛跑那这一次淹水的原因就是因为瞬间的雨量过大，所以我们整体的治理工程确实是要加快脚步。那么在这个气候变迁越来越激烈的时代，我们要会把积极的把基础水利工程做得更好更完善，从大工程到小细节我们都要来确保这个品质跟安全。